伊内心嘛免想着讲，我即马无能力通学会，你较有时间，以后你咪当帮忙吼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伊内心嘛是有诉求啊。啊，阮出家人敢有诉求，嘛是有诉求啊。但是我不烦恼还没有断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呢，我嘛有我的烦恼哦，要甲你赚一百块，赚个遐艰苦，讲个遐济有无？啊，食着也嘛会袂快活，啊嘛会安尼心怀抱怨啊。我别人买啦，可能是我啦，够我清楚。就是讲，只要他有烦恼，他就会出现，他内心转不过了瓶颈，都卡掉的。讲一个好啊，按这本来讲，一讲呢，你要去思维才能够了解烦恼的过犯。你造业，你就会哦，烦恼就掠去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说这边的说说，只要你认识烦恼，然后跟烦恼斗，战斗了，跟烦恼，内心的烦恼斗，外面呢他没有敌人，敌人不是在外面，就是安排相处嘛，是不是呢？我们的敌人是安排内心贪嗔痴，你啊斗过烦恼呢，你的内心贪嗔痴可以把它断除掉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所以英雄呢，是在讲内心，甲烦恼多，改脾气就对了。小圣呢，把烦恼给断除掉。小圣里面呢，他最快三生，从这两道里面就成就阿罗汉果；最慢十六生。佛大乘呢，叫三大阿僧祇劫。这就是诸人不同款，发心不同款。过去呢？有一个家庭，哦，然后呢，因足疼因个囡仔，那囡仔呢，伊接受这个教育是正面的，慢慢啊长大，愈来呢愈捌代志，但是呢，伊个囡仔嘛，较捌代志嘛是囡仔偏多。有一天伊用出来呢，拍电动玩具一个算来啊，都袂去安尼跳啊，安尼食阿片的，你要甲叫转来，叫袂转来。我们也没讲白话，现在做好讲白话，是大人的烦恼。是大人的烦恼，看他的功课越来越退步，是不是会？就跟孩子说，说一句应十句，以前跟你说都不变，现在还要变，越说越去，是不是越变就越去啊？他就是在关心，他到底是不是关心？第一点是关心，第二点是关心，他到底就不关心，那没关心的时候呢，就跟他怕感冒，边个人看着讲，哎，你无安尼做对囡仔有一种伤害，啊，你嘛无好。是大人讲，伊也听，我就袂甲安尼，伊都唔听话，我还安尼，会讲个有道理嘛吼？啊，讲者较歹，就是爱受气，安就好啊。因为呢，安就要掌控。伊他如果在我的模式里面生活，哎，我就留一命，留伊好过，是不是安尼？伊唔是伫我的模式内底生活，唔是像我想安尼，我当然会掠讲啊。这叫控制，但是俺拢未感觉讲安尼共控制，俺家己控制俺家己的心都无法通控制，俺搁要控制别人，你看安尼有俺做妖怪无做贪心，但俺都要控制。世间呢要找一种人，讲大家拢听安尼话，无可能的嘛。我要讲的是啥？认知这个心，我们的心呢，随时在起心动念当中呢，涵盖的烦恼、贪嗔痴，跟那个讲告讲。好，可以有留三十分钟呢，要给大家问，还可以让互动两个点。是不是时间够啊？时间够嘛，对不对？各有五分钟啊，啊，安尼各有五分钟啊，那五分钟嘛，能够讲对不？哦，四点二十五分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好，那就可以的。那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啊，然后我们就来互动一下，交流一下。我来讲，安尼有清楚无？虽然较慢，但是应该是袂歹啦，是不是啊？较入心啦。大家还会还要久啊？如果你有问题，啊，我知道我会通讲。啊，我如果讲唔对，啊，你咪跟他讲。这个交流。
比如说我们讲有听听得清楚吼、哦。做歹势，安尼五百九十二以下，讲两点钟，还讲无两行，哈哈哈！再较慢，啊慢慢来紧。以后咧消费的时候，位置也都愈来愈紧。吼、哦，啊先改一个概念建立起来，以后我咧讲，你较会入心，是不是安尼？为心来去看，对，啊无你都啊学着文字的尔。一个有二五分呢，大概会当安尼，咱较轻松的，吼、哦。个五分钟俩。啊？到到四点半嘛，吼、哦，还有五分钟啊。还有做歹势，我本来是讲半点钟呗，啊，一讲的拢唔知啦。书店啊，吼，会当互动啊。是啊，譬如讲，按这个课开落去吼，开落去啦吼，啊，伊甲形形色色有关的，因为这就是一种的心的断流就对了，习惯性，你对教理，你就会开始会学，修行呢，你就知安怎用，后边你若拄着，你就容易上场就对了，哎，啊，这不是甲一世人的代志啊，啊，如果呢，你若培养吼，要讲经说法，也是较有自信来讲给听。啊，内底较无当，恁会当去做一个研讨班。譬如讲，恁会该做一讲，啊，我跟他讲过，啊，我这有讲义啊。恁譬如讲，十个一组，几个一组，啊，恁就是讲，哎、欸，今仔日呢，你少这，你少这一行，这两行，啊，你是不是要练讲话？练讲话啊，啊，你若讲出来见解唔对，人别人会甲你纠正啊，互相纠正就对啦。迄、那个大就训练起来，别个呢？你甲即世人，你都讲讲清楚啊！都像我一个家呢，相不相信啊？哦，世人来呢，感官艺术，不容易大。啊，因为你感觉你听有，但是你无讲出来时，话按嘴咧讲，甲心想的无同款。啊，要表达按内心的物件表达袂出来，就是呢，很巧很误的，就是安尼样。啊，如果你啊安尼开来讲哦，你一定慢慢来练习，慢慢来练习。头头你的讲要很多，你的拍摄，拍摄就挑烦恼嘛，是不是啊？先弄你的拍摄，慢慢啊，你的胆就愈来愈大。以后呢，你到底讲，你拢唔惊，唔惊就是安怎？即啊，唔惊就是有把握嘛，有自信嘛。我讲唔对，我容易接受就好啦，是不是啊？呢，迄唔是民主甲无民主的关系，所以我是建议你有一个时间，你能开一个研讨班，就是啊，呢，培养讲未来。而且即卖会当以后会当讲，啊未来会当讲。别个恁的这个所在的信用这一时呢，恁的班的时，恁大家拢是班长，大家拢会当讲清楚。啊，我诶，就互恁做参考安尼尔。讲准呢，恁的理解，恁的体谅，对无？系啊。是。建议就是我们连着有七班呐、啊，每一班可以组一个研讨班。哎、欸，是啊，我就感觉安尼介好。你今仔来补救。是啊，啊，因为恁时间我对讲解找，恁无一定爱集中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到我每一礼拜来讲的是，安得当提问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咪当过来看。慢慢啊呢，恁明三年，恁迄个胆量就足在啊。啊，你的内心呢？你的见解了解不了解？透由你的讲说有无？就是安尼起来。你想好也无好，未歹嘛吼、哦，爱、啊、就看个人嘛，对吧？啊，安尼中间呢，佛教人家，伊慢慢慢慢伊的人才就造出来了。大家拢是吼钢筋师，在家人赶快来当钢筋了，唔是袂当讲。啊、你愈讲呢愈熟，哦，世人呢看到这波，哎呦，较面熟面熟，是不是啊？呢，你这波也了解呢，你对三宗十二部经头都了解一半以上，相不相信？哎、欸，我讲啊呢，未足紧啊，会清楚嘛吼、哦嗯？
就剩一分钟哦，大概是拍戏门啦吼，因为门嘛爱有大。我看到嘛呢，角落组诶。你这个方向安尼袂歹吼，吼、哦、以后我咧讲课时拢有感激予恁，会本啊，啊我这是突然间发现讲我较早，嘿，因为我的部落格内底吼，我有部落格啊内底有讲，就是这个内底有迄个放伫影片内底文字档，我提出来，迄阵我无想。如果啊无代志，安来回应，啊回应呢有一点。家己呾所听的，会欢喜心，啊所了解，过去无了解，即摆有了解，供养诸佛菩萨，是毋是安尼？有即个心呢，靠我当回向。如果你要沿着即个心，你是垂念的，因为你无内涵，当个回向，你毋着要回向啥？啊，安尼见解毋对的，改变观，是毋是有功德？啊，安尼生出一种欢喜的心，即、這个欢喜的心教法有相应，是毋是有功德？有即个功德的中间来扶持即个法。这个菩提道次第观呢，啊，佛的法呢，会让老人有功德无功德，拢有功德。依照这样的功德呢，要回向的动机有这个物件，你靠回向会行，啊，无你变哪回向，靠嘴念念的无算啊，是不是嘞？好，来，安家合掌。愿消三种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破万最终释消毒，谢谢雄严菩萨的，万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福庙，花开见佛五无生，不退菩萨为法如。在主宫殿呢，各来回向哦，日本他们的海啸、地震、辐射，他们的灾难能够平息。人啊，因的观想呢，会当早一天见面；因的身体会当健康，因的贵人会当出现，因的心灵呢会当安顿。如果在迄个大海啸、迄、那个灾难当中呢，有人以非人等、虫蚁等、蚂蚁等等。所有这样的一个众生，他往生呢能够无障碍，可以在脱身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做人随佛。